活针疗法在我们临床上应用比较广泛，可以治疗的疾病很多，它可以治疗内外妇五官科的疾病。内科疾病它对于慢性消化系统疾病疗效很好，比如我们的慢性胃炎、胃溃疡、慢性结肠炎、溃疡性结肠炎、慢性胆囊炎。呼吸系统疾病，如我们的慢性支气管炎、哮喘。神经系统疾病，脑出血、脑梗死，还有格林巴利综合征都可以使用它治疗。内分泌系统疾病，甲状腺功能减退，活针疗效也很好。还有就是风湿病、风湿免疫病、类风湿关节炎、风湿性关节炎、强性脊柱炎，使用活针疗效也很好。外科疾病包括骨关节疾病啊、颈椎病、腰椎间盘突出症、肩周炎、膝关节骨性关节炎、皮肤科的疾病、慢性湿疹、牛皮癣、带状疱疹等都可以使用活针治疗。还有就是肛肠疾病、肛周脓肿都可以采用这个活针治疗。妇科疾病，我们的产后风、月经失调、外阴白斑都可以使用活针治疗，而且疗效非常好。五官科疾病，突发性耳鸣、耳聋、急慢性鼻窦炎、过敏性鼻炎、急性结膜炎、急性扁桃体炎，还有我们的复发性口腔溃疡以及异状怒肉，使用活针治疗疗效都很确切。